接下来有请中远海运集团集运阿根廷公司总经理万铁根先生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作为中亚兄弟贸易的桥梁，中远海运集团肩负使命，依托公司全球服务网络和服务团队，服务中国进博会，实现与客户的共同可持续发展。Estimados invitados, estimados amigos.Siendo un puente importante para la relación bilateral entre China y Argentina, Costco Shipping tiene una misión muy importante, que es llevar los productos agrícolas argentinos hacia la mesa de todos los habitantes chinos y viceversa. 2021年1月，中远海运联合中国银行部务事分行与阿根廷生产发展部就服务中国进博会进行了充分沟通，彰显了阿根廷中资企业服务中阿双边贸易的诚意和决心。同年3月份，中远海运应布什政府的邀请，为180多家中小企业介绍出口中国的经验和建议，并现场答疑解惑，帮助贸易企业解除在海运服务方面的后顾之忧。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发生明显的紧张和紊乱，我们向阿根廷交通部提出我们专业的分析预测和建议，为减少国际海运紧张对阿根廷国际贸易的影响尽心尽力。我们与阿根廷铁路部门合作探讨和推广海铁联业，为客户降低物流成本，推行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豪风凭借力，硕卧护青云。粤港澳大湾区以经济规模大、消费市场大、完备的产业体系、高效的协同创新、富裕的创新资源集聚、强大的流通辐射、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等六大优势，必将给阿根廷企业带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广东省驻阿根廷经贸代表处成立，必将大大促进两地企业的沟通往来，实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经贸的合作。在中阿建交50周年之际，中远海运将继续秉承使命，做好中阿贸易的桥梁，继续服务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和发展。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预祝经贸代表处开业发达，谢谢大家。